对，你就把它说。下面开始剪。嗯放心，走冷静一点，剪准来。真正像陈乔恩这个厨房真的安全吗？干了啦！又干，好来啦！不要害怕，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了？真的，姐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对呀、啊，还好我就是有吃了饭才来。来喝酒啦！哦、我的妈呀，有没有什么小零食可以吃啊？有点饿了，真的有点喝上头了耶！我才不要继成为徐伟宁之后第二个喝得如此呛的女明星。说了什么？我说了徐伟宁吗？对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还有蛮呛的来宾，基本上每个人都蛮呛的、啊，都喝呛了。小鱼干是熬汤，小鱼干，小鱼干，如果不熟也是很尴尬，蛮尴，蛮尴尬，很尴尬，蛮尴尬，人家扇你一巴掌，扇你一巴掌哦，扇你一巴掌。我觉得应该是要滚的时候再放。不要说你应该觉得，你直接说要怎么样？对，我觉得这个水是要滚的时候再放。好，那我们就等它才放料，放进去吗？才放进去，啊，才放进去。不要跟自己上讲话。忙得口齿不清，陈乔恩告知袁乔的 YouTube 节目不专业厨房，喝酒顺便做菜，袁乔负疑态度让场面逐渐失控。姜要不要去皮啊？要吗？不用。不要，那不要好了。所以它的量大概需要多少？你高兴多少就多少。哦，我们最爱的是这种 freestyle。真正的厨师啊，在做东西的时候是不会在乎那种什么一点点几条那种，就是抓一把下去，盐就叫抓一把下去。真的就是完全凭你的经验。Freestyle 才是真正厨师在做东西，好吗？因为毕竟我也是主持过美食节目的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了解。我也主持过美食节目啊。就这个。宝贝，好不好玩？他又没入镜，干嘛跟他对话？只是他身上也没很无聊。没有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他看到你就有趣啦、啊。他只要在跟你身处在同一个空间，他就会很开心、很幸福。是吗？屁啦！我已经过了热恋期了。所以没有啦。所以现在是老夫老妻的意思。真的真的，现在是老夫老妻。你开我丢。有必要到这么后面吗？对，你就把它。好烫，我烫到了没？这里也没有，就是医药箱之类。我是说你下下而已啊，没有啊。可是你们录节目都没有准备医药箱这种东西。没有哎、那万一有来宾不小心，万一切到手怎么办？就送医院啊。哎，这鸡这还连在一起，这怎么办？把它剪开就好了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。从下面开始剪，啊，这会弹起来，下面开始剪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再把它捞起来啊！要不要拿到砧板上面剪啊？不用啦，这样剪就好了啦。很好很好，放心，冷静一点，剪准来，慢一点啊。哦 ，OK， 很好。哎，他食谱上面有没有说要先放鸡还是先放苦瓜？这不是 ，Sorry， 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啊、先把它捞起来，在锅中加入少许的油。有油这种东西吗？哎，他说加入少许的油，将鸡腿煎。要煎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谁说要煎？然后他还说要加入苦瓜拌炒，这是你的食谱吗？这不是，这不是。所以你确定不用那些步骤吗？不用不用。好，我的步骤是对的。好好好好。现在就是先把这个水给我烧满。好，正在煮，正在煮，正在煮。然后这个等下凤梨捞起来，我们先，我们这个是鸡，凤梨在这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红利在这儿。我们等会先把鸡捞起来。鸡捞，鸡捞起来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来，我们一个步骤，我们不要慌，不要乱。我们现在好，这个不要看了，这不要看了，走了。有没有在这里来宾的食谱？有没有？对，我们现在先把鸡捞起来。先把鸡捞起来。不要紧张。